干，我什么都没抢到。没有买到刚刚的东西，那个钱太晚才出来。一二三四五，这游戏真是美妙。现在冰女与前期其实还蛮厉害，其实前中甚至有时候后期抗刺客什么都还是很强的。这样有一个问题是双忍者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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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有些不大好的点子，就比如说什么元素四人啊，这样子还要放一个刺客哦，这样什么元素四人，这难道能够不上这个吗？但还是会把它卖掉啦，说实在。哇，两等卡特。其实那个第三组开了两次大是已经很好了，这里如果来卡特，我搞不好都会把卡特放上来。两个巨人杀手，一局啊，魔斗凯撒的对决。大一点，
打赢吗？我们差一个元素，合伙人四块钱其实有点难，我也想把这个换掉。竟然赢了，干！看，我什么都打不到啊，好扯哦！那是一个阿卡丽。哇干，等一下那是什么东西？国产是不是？感觉有点怪，应该不止有点啊。哦，赢了，干好尴尬哦，火人嘞，这应该要存钱啊，来干嘛？我按错了，我应该做飓风剑的感觉，还是要死棋？看我会不会到八人口？这问题太难了。哦，对，可以变约德尔吼。脑袋现在一片空白，哪个龙爪吗？哪一个燃烧吧？我们有大魔棒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也没有大魔棒啊！血，好啦，那就是这个了。我觉得还其实还是上四期啊，可刚也没有办法上四期，脑袋整个大结。我不知道怎么打那只，那我不大科学。哦，瑞文。瑞文，瑞文，瑞文，感谢你，瑞文，你又拯救了一天。我可以把这个换成一个骑士，可我骑士也还没来。我可以做恶魔，沉默，干。这最好是冰猪女嘛？为什么血量又变成第一了？
约德尔了。反曲。干，我是爆开了，我就往爆开了。干，有点痛。看后排直接被清光，一局啊，他想想看要怎么打，我要站另外一边，我要站另外一边，然后不然就站金字塔，让他刺客不要跳我。伏击之爪有点雷啦，感觉伏击爪可能应该给砍的。所以刚刚卡特大被伏击之爪断掉了，他一开始转之后，他的护盾被打掉之后，就直接断掉卡特大。我还是比较想要猪女。给他吧，让他早点开大。我不可能再升一等，除非我要舍弃。我是开了几次大啊，猪女吧，几局。大爆炸！我还活着，可能要为他特别改摆位啊！我不认为有人打得赢他，这只有点烂啊！所以我要防他的海克斯。我还蛮想要上鬼魅的，三星龙女还是不见了。我们前三了。在呢吗？哦，没事，我们前二了。哦，差一点。我真的要把热人换下来吗？看一下伤害，还是不要吧？还是不要吧？那之前抓这一只。这样打得赢吗？这好像打得赢了，被闻起来了。有没有有复活甲？有冰鸟？感觉是啊，应该是这个。
该这个，然后给瑞文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啊！没有买到。干，完蛋了吗？完蛋了！我、哦、瑞文，瑞文爆炸了！我还活着吗？我应该输了，是吗？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 ，OK， 我还活着。晕住了，因为伏击之爪的效果，把普攻掉。他还是没有改机器人百位哦，像我想要塞凯能进去耶，他可以突然改啊，我还是没有，他还是没有改机器人百位，像我想塞凯能进去耶，我感觉他抓到石头，哇、哦，他没有开到大哦。但我是爆开啊！相信火人吗？好像不大能相信吗？再开一次大，晕他！啊，差一点，干，这好接近哦，好扯哦！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秒掉他那只的火人吗？所以这个我大概是再改一下摆位，这样把海克斯的风险降下来。我们等一下搞不好可以升级。可以吗？等一下是15块，但我数学真的不好，18块，28够，我要再一轮单升级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进去了，干，你怎么出去了？你在插小？打赢啊！加油，火人！开招！干火人超痛！打赢了吧？出击啊！元素帝王四骑第三着三星，超怪的阵容，赞！